是观众非常喜欢的，欢迎第一组嘉宾李佳薇、谢和弦带来的是《思念是一种病》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只想看着你最后的呼吸。却未曾看见你在心口的鼻息，一辈子一头傻，等到不知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，恍然大悟早已远去，为何总是犯错，值得值得相信错的是自己。他们说这就是人生，试着体会，试着忍住眼泪，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。我不会奢求时间要停止转动，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，只是这段时间里有谁在眼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。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，久久不能痊愈。当你在深山野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尽头，时间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思念是一种病，思念是一种病。欢迎谢和弦、李佳薇。欢迎。Hello，Hello。好久不见，谢和弦。好久不见。真的，你都长大了。耶、yeah, ，是你都没有变呢。唱完歌之后就长大了。对啊，两个人是首次、第一次在那个电视上合作。合作吗？是的。对，是。觉得怎么样？觉得怎么样？没什么感觉。蛮好玩的，而且蛮好听的，有没有？蛮好听的。蛮好听的啊，当然。刚好前面听你在唱哎，因为这首歌我很喜欢。等一下你那一首歌我更喜欢啊，所以我的歌相当不错，是因为歌没有灵魂了，这样的歌太难了 ，key 都很高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而且首次合作在电视上，是不是之后也会在一个演唱会一起？嗯，对，6月6号的时候，对，晚上7:30，我们会在 Legacy 有一场合作的演唱会。对，这一场演唱会就你们两个人。就是全部一起唱吗？还是什么？就我先唱，然后就换他，但我们会一起合唱。对对，就是会有中间会有一合作几首歌，对，会有不一样的火花。对，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李佳薇的歌都其实蛮悲，然后阿寇的歌又很 freestyle， 然后这两个人到底合作起来是一个怎样的感觉？刚刚是让大家试听了，对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很棒啊，就是感觉阿寇一直在压抑自己，怎么蛮压抑的？对，有啊，是，你看我感受到他了。为什么要压抑？他因为他可能是。这首歌比较轻柔，对， yeah, 我是一个过动的，过动的，对，所以那天表演的时候，就是前面先专心听他唱歌，然后后面就是 party time 的时间这样。party time， 那你那天的造型会以什么风格出现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一直说你校园的时候穿得很随性，第一次看你穿那么多，他有点不习惯。对啊，我听朋友讲，对我校园几乎都不穿衣服，对啊，真的假的？他会脱吊嘎，然后穿拖鞋、啊。为什么不比照校园？今天、是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我骗的。什么场合该做什么事，知道就好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不错不错。而且创作是不是一直也有在持续？对，一直持续。最近有什么事件让你觉得有感而发的创作吗？最近有很想要一直跟我的歌迷朋友粉丝分享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请说，叫做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勇敢，也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坚强。这句话有点长，但讲得相当不错。是啊。
我来附送一下，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勇敢，对，也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坚强，拿走你的坚强，对啊，很有深含义啊，真的讲得很好，翻成英文。Nobody can. Yea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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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不知道怎么安慰人，嗯，然后我想说，其实像我们这些小朋友，我们都在都混很久了，嗯，但是我们都是自己混哪里？我们没有，我没有混，我都很乖，我没有自亲，没有干干净净。我今天很纯洁，还穿了一件白色的。我说我们刻苦耐劳，刻苦对，然后活下来，都是我们自己勇敢，然后自己坚强。真的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也很适合来唱你接下来要带来的歌。对，于是长大了以后，欢迎谢和弦。圣诞老公公，于是长大了以后，你发现我和强儿都不住在月球。于是长大了以后，你发现王子公主居然也有在陪酒。于是长大了以后，你发现课本里面教的学到肉只能当参考用。于是长大了以后，有些事你可以贴个请你搞懂。长大了以后，不想懂也要懂，人民的接受，不人民的接受，只是受伤还说有祸。于是长大了以后，我们都跟着鞋子做了朋友，红天的蜡烛贴在旗子上是你的自由，前面的能够，失败的能够，跟我一起唱。花灯节的喜灯光，花灯节的喜笑归欧安，花灯节的喜岁寒喜尊，快看忙呀忙呀忙，花灯节的喜灯光，把那家在错的灯，花灯三分天注定，情路口怕偏。距离新专辑发新专辑好像已经有四年了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很喜欢音乐，所以接下来带这首歌《千辛万苦》。田凯乐在我们这里很少有男艺人会这样主动拉他的手，你应该是 number one。已经藏这个梗藏三年了，三年了。要亲我的手哎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常常都很想要像 rocker 一样嘶吼，可我都做不到。你的生命，你可以说欢迎收看娱乐百分百，然后像刚刚的态度。爆炸式！欢迎收看娱乐百分百。等一下我毫不犹豫，他进火。
钱凯乐在我们这里很少有男艺人会这样主动拉他的手，你应该是 number one 了。我已经藏这个梗藏三年了，藏三年了，需要藏这么久吗？就等这一天。你知道他也单身三年多了吧？他刚牵我手，哎，真的假的？你怎么笑得很开心呢？没有，我是学诸葛亮的梗，他刚刚其实牵我的手。哦，所以你为什么会那么会放电呢？不知道，哎，跟你好朋友学的吧？小甜甜啊，你们是有一段什么不为人知的过去，是不是？我们以前就认识啊，有以前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真的。而且我觉得你那个舞台爆发力真的好强，你那一句狮吼就是着实吓我一跳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他是人家说来感觉就来，还是每次唱到那句一定要吼一下才甘心？唱到那一句就一定要吼一下才甘心？真的？对啊。虽然。因为我常常都很想要像 rocker 一样嘶吼，可我都做不到。就做自己，你可以的。你要不要来一下？你没有做不到，我们可以让你做看看啊。怎么吼啊？就吼出来啊！用尽生命，用你的生命。你可以说欢迎收看娱乐百分百，然后像刚刚的态度爆炸式吗？爆炸。欢迎收看娱乐百分百。谁刚刚有人惹到你？是不是？谁呛你？谁呛你？对，没有摔跤姿势。不是，你也像摔跤手，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，因为他刚好突然说一，就是预备开始，一二三，你开关一来，突然马上到顶点呢。对，我有找到自己的开关，我没有中间值，对，好厉害。换你。一二三。超弱了。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平常在化妆室声音都那么低。哪有？我明明声音都一直这样，你是看到人家给你放电，你就这样。我哪有？装什么矜持？快走吧，你老爸爸。超弱的，超弱的。你啦，我，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这么简单。开关，开关。我不用一二三，三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你可以很摇滚，但不一定会唱歌。对，而且你可以很疯狂，但不一定会帅气。他都是帅的，你他妈怎么样疯狂？很好，是不是？四年了，要发片了吧？四年了。为什么等那么久？就是有一段曲折，这样就是。那你自己经过这段曲折、离奇的时间，你自己觉得重新再回到舞台、再发专辑，那心态有什么不太一样？就是像我刚刚说的，回归音乐，然后做自己。对啊，我还是很喜欢音乐，离不开音乐。嗯，对啊，我现在生活超单纯的，就每天就是玩音乐、表演，然后打电动。然后看一下正面。真的。很重要。你等一下不要站过来我这里。嘉威，你对于师弟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？同一个公司的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们是最近一起长跑校园，然后我其实每次在台下看他校园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因为他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招，真的，有很多梗是不是？对，非常多，他还可以穿拖鞋上去舞台，我就觉得他可以脱鞋，然后我觉得哎、欸，
种事情是不可能在我的人生发生。是，所以你是 rapper 界的神力的，所以你是会准备的吗？就是想说好，我这一首我要先想好什么，因为像会我会这么认真，对啊，我就当成一个秀，当成一个表演这样，厉害，这样累积下来，每一天都新招哦，真的，他都会觉得说，你看他表演，你都觉得是非常惊喜的。近期之内，你看过他的招最令你就意想不到的是哪一招？他爬上去那个音架。音架歌手很危险呢，他就是爬上去。台湾史上第一个音架歌手就是我。你没有想过你会掉下来或者怎么吗？不会啦，有练过，野孩子啊。哦，因为在南投长大，爬树。对，小时候爱爬树。是，唱歌很有态度。还是要小心啊。但是还是要劝同学不要模仿。对对对，哥哥有练过，哥哥有练过，不然我们就会忍不住想念你了。怎么会接这个专业？接下来换嘉威要带来好听的歌。对，接下来是换我专辑的歌，忍不住想。我们要送上音架吗？不需要。好 ，OK， 李嘉威。悬崖里面那一首比较抒情的歌，忍不住想念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一首我之前在内地一个歌唱比赛《我是歌手》演唱过的，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。今天在这里献给你们，《寂寞先生》。出来就一起，他拿吉他，对啊，对，对，然后唱到那个车长出来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家当别人的。要是我坐到你们那节车场，我很开心。很开心，太演了，荧光棒都掏出来，对啊，钢铁趴，哎，钢铁趴一下，以后就开一个车厢是专门让音乐人可以在里面。我真的觉得不错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放的一样一样，对。我觉得不能把我们两个摆在一起，我一定要站在那边。我无所谓。
好歌听不完。刚刚有谢和弦跟李佳薇，接下来这位精彩的歌手会是谁呢？要欢迎音乐鬼才萧煌仁带来的《忘记吧》。耶，好久不见！嗨，大家好吗？对，就是一种演唱会。后来再把你我想了一遍，我想起。你说人有变聪明的一天，该聪明的时候就要聪明啊，不玩嘞，聪明到分手也不用说明，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，一句你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做得再多再多有创意，如果他想都没想你就开心，我们就分手吧，就分手吧，我们就分手吧，宝贝就换掉吧，就换掉吧，我跟他对调吧，我们都忘记吧，忘记吧，忘记吧，耶，我们都忘记吧，忘忘，哎，忘，哎，非常好哎，我们都忘记吧。谢谢。萧煌仁，忘记吧。你怎么可以那么阳光，然后一直趁机骂脏话？趁机开黄腔。对啊，没有啦，对对对，对，是连在一起的。而且你刚刚一出来，那感染力好强，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就想笑哎。这是好事，因为有一阵子。好，那是好事啊。好事吗？对，这是好事啊，因为给人家一种开心的感觉，是很棒的一件事情。OK， 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，就是我跟你也蛮久没见面，跟大家，所以一开门之后不可以有生疏感。是。你追求的是这个？不，这没有人在追求这个。追求的是装熟感。不是装熟啦，就是看到大家很开心。没错，是这种。而且你现在就是跑校园，听说是校园人气王，有这件事吗？哇哦，那你把我很喜欢跑校园诶，我就是因为这首歌，他会跟台下的同学一起在那边。对同学有很多不好的事情想要忘记，就借此赶快忘记。真的，对。最近生活过得还好吗？我最近很好啊，真的。对啊，是不是听说你们三个常常唱校园的时候遇到？会遇到，对，会蛮常遇到的。所以有在高铁上开做一些乐曲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就是在高铁有一次回来比较晚，然后高铁车厢比较空，然后而且不是是刚巧是很多人，那时候车上还有很多艺人呢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那个谁啊？谁？那个出来谁？陈势安，陈势安，陈势安可以跟你们一起，他不会太荡吗？OK， 还有阿达，还有阿达，阿达，对，自由发挥。哎，我们没有约哦，就在一节车厢上碰到。怎么那么巧？好巧的。对。所以有做些什么开心的事？那就把吉他拿出来，就一起。他拿吉他，他拿吉他，对，就轮流唱歌。对，然后唱到那个车长出来，哎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到别人了。拍谁哦？从此高铁有一个规定，禁止人家在拿吉他在高铁唱歌，禁止艺人在上面开 party， 吵到人了。对，吵。是有其他乘客的，因为那时候太晚了啦。嗯，太晚。如果白天应该不错，应该不错。对啊，白天坐到快到十二点。要是我坐到你们那节车厢，我会很开心。超开心的，在演唱会，荧光棒都掏出来。真的？对啊，真的。高铁趴，高铁趴。以后就开一个车厢，是专门让音乐人可以在里面。我真的觉得不错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而且放的超像一样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应该把我们两个摆在一起，我一定要站住。他们就会有太多一些奇怪。我觉得这可以耶。默默的，因为走在前面。而且我觉得那个高铁可以有一节车厢是可以控制灯光明暗的。哦，所以那边动之动之。有那个有没有？不是啦，是太累了睡觉，有没有？
然后可以昏暗一点，哎，这样很好，艺人那聚在一起就不太会有多太多隔阂，想跟谁要电话就要电话，真的，你就是要电话而已吧。人家是要音乐交流，你是要要电话，我也是不一样的交流，不一样的交流。所以最近是要开演唱会？对啊，我是他们的在前面一点。我们是同一天，同一天，我是2:30下午，那他们是唱晚上的，都是战声演唱会，只是是不同场。不容唱。为什么你排挤他们两个，不跟他们一起？他要自己唱一场。那你没有跟他们一起吗？他比较，他厉害，比较大咖了。对，自己唱一场。不，你信他们的骗谁啊？我是那个被排到下午，我也很意外，真的，因为我没有唱过下午的表演。下午的表演大家会比较不嗨。其实责任很重大，因为你一开始就要把场子搞热啊。因为下午是一个爱睡的时间，嗯，所以大家到那里面，希望就是还是可以。透过人气很强这样，然后有那个震撼力出来。有没有想一些梗？因为像谢和弦，他每一场秀他都有加入自己的梗，有用心。哦，我的梗哦，我的梗比较是，我比较期望跟歌迷互动，歌迷对互动梗，对聆听彼此心里的声音。那你也是聆听心里声音？对，开玩笑，你们带助听器就对了。你要怎么听？我还带这个。不是啊，就是除了要因为我很久没有开这种 live 的乐团的现场演唱，所以就是一方面想知道歌迷过好不好，就是可以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可以看到，因为平常都是在写信给你就好了，平常都在 Facebook 上，对，然后我知道你很讲究拥抱人群那种感觉，你喜欢给他们力量，亲和力。我非常感谢阿寇，你们两个不要有什么力量的交流，而且他李佳薇已经站在你们中间，你还越过他。对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李佳薇的感受？真的。接下来听说这组也是校园中知名度相当高的团体，而且他们都是学生哦。没错，四个朋友带来的风筝，欢迎他们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四个朋友，然后这首歌《风筝》送给你们。心疼我会跌跌撞撞，以为在温柔手中我已学会翱翔，开始向往那更高的蓝天，放开裙摆的线才能神采飞扬，哦哦哦，一路上许多想是挣扎，是时光与成长。我轻击打梦想，原来我不孤单。我飞得理直气壮，我唱得比谁都爽。他在新加坡读书，哦，在念书，对。哦，你们是怎么凑在一起的？嗯，这首歌就是，这次就是要讲到我们那首歌《风筝》，是是，对，就是我们那时候毕业的时候，我们都有写各自高中学校毕业歌，是。然后我们被找在一起之后，就决定要创作一首歌，就叫《风筝》，是。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样认识。而且他们刚刚的那首《风筝》，听说现在是国中高中生毕业典礼必放的，就是神曲啊，对，取代《朋友》和《评剧》了。哇塞，终于有你们取代了，不然我们也听了好几十年了。真的很强，厉害厉害，所以发行了新专辑。对，这是我们的第二张全创作专辑。哇哦，第二张。
他的名字也叫第二张，叫第二张，对对对，啊，也是刚好叫四个朋友嘛，对 对, 對、欸，四个朋友第二张，对，我们是三个损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三个损友，三个损友跟大家好，我们是三个损友，谢谢点心。好，第二题，阿米特。长哥，长哥，你看，这里可以算我的吗？好不好？给我好不好？不分好不好？不要浪费。流行音乐了不了解？马上进行叫我猜歌王。这个游戏非常简单，要用抢答。我们会播放热门 K 歌的前奏，然后你们只要一听到是哪一首歌，就马上冲到那个麦克风前面，讲出演唱者还有音乐的歌名，然后获得这一阶段最高分的人可以获得播 MV 的权利。是的，准备了，来哦。好，那嘉威。准备好，不要超过这条线哦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你可以前进一点。OK， 前面一点点。那四个朋友，因为有三个人，你们就公平竞争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准备了。前奏，请下。第一题。哎呦，我唱。记得哦，不是，不是要唱。请回答。请回答。李荣浩模特。噔噔，恭喜答对。我确实是个跑道啊，很快耶。你好像是准备走出去要唱歌的那种节奏。对不起我们呢。你怎么那么熟？我们是同公司的啊。对。你怎么没有跑？我想说让他嘛。对。这是我们，这是我们的战术。对。好，第二题，阿米特。没有，没事，没事。长哥，你看，这题可以算我的吗？好不好？给我好不好？送分好不好？不要浪费。把我。帮我播第三题，谢谢。第三题。第三。知道就可以抢，知道就可以抢。那个陈势安的天后。什么？陈势安的天后。哦，确定。好，恭喜答对。好。帮我播下一题的那位女生，请听。好简单。蔡依林的我呸。哦，请你再重复一次答案。蔡依林的 Play 我呸。恭喜恭喜，答对了。哎，他们领先一题哦。加油加油！下一题，老师 Music。周杰伦不能摸的。啊？什么？这不能说的秘密。他说不能什么？你不要这样子。不能说的秘密，对。你第一题，我喜欢第一题答案啊，不能说的，不能说的秘密。OK， 谁唱的？周杰伦。恭喜答对了。很好。很好。加油。只有萧煌仁没有抢到哎。我都是要冲之前，我都是要来了之前，然后你要来了。我都是要，然后就来冲出去了。酝酿什么？你好好加油。还有题目吗？下一题。老师 ，music。林俊杰《修炼爱情》，恭喜答对了，恭喜！还有一题，还有一题吗？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是不是？好，最后一题，请听。都给你，都给你讲就好了。斯文干嘛，把杰？以后别做朋友。谁的歌 ？Eric 周，周星哲。Excuse me。确定哦，恭喜答对了，答对了，撑起台轮吧。李佳薇刚有用肩膀的，好像晃的，拉不让卷子，真的，过人的感觉。我的什么组？电影加重大地震。
首映会，邀请 Janet 和台湾搜救队员一同观赏，现场还示范地震时的避难方式。这可是让充满冒险精神的 Janet 忍不住亲自体验。我是属于真的是很好奇的人，因为我真的想要知道有地震到底要躲在哪里。我也问他说，那这间怎么办？他说这边没有的救，你就好好坐在椅子上。对于台湾的地震， Janet 见怪不怪，倒是分享老公第一次在台湾遇到地震的反应。开门要去冰箱，要躲在那种桌子下，他所有的看过的东西都要想要做。我就是真的是坐在沙发上，就等着那个十秒过，然后就看 George 这样子从冰箱打开，然后到门打开，然后到床边，然后到桌子底下，就我是觉得还蛮好笑的。小马为了拍摄台湾第一等，来到了马祖南竿区近，却没想到在顺利拍完许多珍贵美景后，因为天气的关系滞留在机场。你看了日正当中大太阳啊，但是呢，海面上吹来南风哦，南风把这个海上雾气的吹过来，能见度太低，飞机它就不飞了。昨天晚上我就应该回到台湾了，但今天还没有回去。我现在心里心急如焚了。马祖有一句话啊，马祖不是一个让你说来就来、说走就走的地方，太贴切了。去年到马祖北干出外景，同样也被滞留回不了家。虽然是第二次被困住了，小马依旧不改乐观的个性。现在被困在这边，糟了啊！一般呢，一天一般的这个船呢也没有票了。到底要被困多久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相信上帝有他的美意，至少我们这一次呢，哦，感谢主啊！我们这次来这个马祖三天呢，很顺利的把台湾第一等要拍摄的内容全部拍到了。所以想要知道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吗？请锁定每周二晚间10:27台湾 Daily， 好不好？给你最精彩的马祖，让我回去吧。对啊，那么爱我？没有，哎，真的不忍心超越你，好不好？那你就说你爱我就好了。好的，我不忍心超越你。好了，李佳薇获得今天可以播 MV 的机会啦！恭喜李佳薇！接下来要请萧恒仁为我们带来演唱的歌曲是《One More Chance》。掌声！谢谢。OK， 来。这里表演，因为你在背后撑着我，没收我倒下的机会。我问自己是否爱着灯光，一个男生每天要化妆，每天锻炼，再累再苦我不抽烟。我要让世界知道我是谁。One more chance， 假如差一点点，请给我再多一点时间。我不管岁月带走我的脸，张开了翅膀，我不可能不飞。谢谢。好的，在我左手边有四个朋友跟三个损友，谁要先来？三个损友有演唱会。安可曲之前，先来好好宣传一下。是，好的。耶。耶耶耶！6月6日在华山 Legacy， 没有错，我萧恒仁是下午2:30。我们李佳薇跟谢和弦是晚上7:30。哦，谢和弦是谁？呀、yeah, ，谢和弦是我。耶，萧恒仁是他，有没有看到？是我。李佳薇是谁？他是我。我们是6月6日华
上 Legacy， 华山 Legacy， 三个损友，赶快去买票。接下来四个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四个朋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四个朋友。我们7月18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，然后7月25在高雄中山大学逸仙馆，有听到吗？有。8月1号在台中圆满剧场，欢迎大家来听我们唱歌。真的四组朋友很难得一起齐聚，大家听得过瘾吗？安可，安可，安可，安可。丢手表，丢外套，丢掉背包，再丢唠叨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，丢掉大脑，再丢烦恼。冲啥大，冲啥小，冲啥痛，有人唱反调。恨得多，爱得少，只想越跳越疯，越跳越高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却忘掉，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却忘掉，我摔到地球地球摔倒，只要越跳越高。谢谢李佳薇，谢谢何泽，谢谢四个朋友，谢谢大家表达现场积极他的演唱会啊，那我们粉丝白夜姐，下次见，我天荣，拜拜。丢掉电视，丢掉电脑，丢掉大脑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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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喜欢你，唱歌给你听，猜猜哪一句藏着通关密语。虽然你很迷糊，还有点任性，可是你孩子气又不解风情。命中注定，谁叫我遇见你，就是喜欢你，没什么道理，吵吵又闹闹。的秘密。